就是说我们这个操作视频。其实有产品的话呢，我们先进入菜单，它有一个自动学习的，就是二这个上下左右键啊，自动学习，然后点确认，等待了，它皮带就转起来了。我们点等待的时候，在输入产品的时候，好，流入产品，那我们就把我们要测试的样品放上去，放个大概两三遍，它自动学习一下。你看哈，还在流入产品，那我们就放个两三遍，好，它就自动设置完成了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的话呢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确定一下，好，返回取消，它就启动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哈，就拿个测试卡，现在我们合格的再试一下哈，合格的它学习好了就向后流。那我手上有张测试卡哈，这个是拿的是 1.0 的，那我们测试一下，好，它就报警停机了，那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操作就这么简单，其他东西的话都可以不用动的。